即点伫遮，恁拢再一次代表阮油价吼来拜托大家，希望伫韩国瑜未来1月11号来当选咱中华民国总统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朱体民议员还有黄昌福议员也来到现场，欢迎啊！我们的参议院议员来过来，欢迎啊！那个来跟点光灯的来处理会馆陈立明陈立伟来欢迎大家，拜托大家集体韩国瑜陈立大。出征就因为这缘故，南韩国瑜，加油，加油，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有一人要同行，还有一人要同行，你同行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为南台湾，为中华民国，为台湾，为韩国瑜，我们的陈立大，陈立大，韩国瑜，热情加油，哎，举起。国民的要我保护，所以要出征，就因为这缘故。哈喽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丽娜这一次选举，丹丽娜提出3来，我们临时与主委，让国民党一定会服你，欢迎！来，我们戴德明议员，欢迎。蓝田啊，陈立娜，我们这次的选举能提出12项，涵盖我们前镇小馆高雄中华民国的政见，要请我们的韩国瑜总统在过目之后，大家签名。蓝田啊，那动算立委，韩国瑜动算总统，一点这些政见
都能够落实实现。好，总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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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谢谢。来了，各位，咱来，来请人啊，来给大家拜托，有影来给大家问候，来给大家拜托支持陈丽娜、韩国瑜、韩国瑜、陈丽娜。谢谢。今日贵宾朋友实在是太多啊！今日吼，为只行到迄个一边的路边，拢还佫足多人无法度入来。然后伫只简单给大家报告，他都韩国瑜。哦，咱的总统候选人，这张牙齿牙较悬的，牙较悬的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所以讲有总证件，所以讲有总统的背书。如果有机会去做立法委员，咱就先讲一半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拜托大家，内底跟咱的经济发展实在是太有关系，太重要啊！所以呢，今日韩国瑜韩市长把这张签了后，然后以后有机会，咱中央替大家来拍拼。争取出来的地方，让咱的地方经济发展更加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无声啦，我太多在足远的所在，听到阮翁讲足侪话啦吼，我拢有认真在听，因为伊足久已经唔捌提麦古啊，但是今日讲足侪，吼，这个都是我们夫妻有时候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夫妻在地方上面经营。真的很努力，想要替地方上面做一点事情，所以伊讲啊，家己种一丛，看下滴，五百人，是不是？大家讲好唔好？咱家己在地，和在地来出来做立法委员，好唔好？谢谢。对市长吼一段时间啊，我伫遮吼，爱先甲市长感谢，我讲吼，坚定小港基丁，如果照以前迄个气势。然后今日徛伫遮，要想有这种人潮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今日市长给咱这个机会，我们一起踏上了这个舞台，有机会被这个浪一直推着走的时候，知道是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刚刚大家都唱了出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咱都要勇敢的向前行，让我们的高雄要更好。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，高雄怎么会更好？对不对？对。今日在这所有的时代好朋友，不论你是不是在丽娜选区的，大家心团结在一起，把这个目标设立好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能够过好日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团结一致，今天在这边宣誓，一定要让它翻转，好不好？翻转。再次的跟大家请托，我不用说太多，因为我刚刚看了市长签的这个牌子，我很高兴，我一定会把它裱起来，然后以后一条一条的来实践它，请大家给我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的恳托就到这里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做，今天开始，后面还有许多的天数，继续努力加油，我们才能够把那个距离拉开来，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拜托各位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我们的丽娜，恭喜恭喜永清，我们韩国瑜总统在这边写了字了。各位看这个鱼，这个鱼就是一个人，2月11号要做王。要做什么红？要做国红啊，对不啊？我们来欢迎韩国瑜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哇，总统好，总统好，总统好。总统好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小港前镇基金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各位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，先向陈丽娜议员咸康丽恭喜，先祝你们永浴爱河，再祝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今日我真正惊一个，我们宜兰县县长林之妙林县长嘛来啊，大家拍拍一下好不好？哇，为什么？
因为丽娜是宜兰的查某囝嫁来咱高雄，所以今天宜兰县县长专门从宜兰赶来高雄来捧场，也是认同我们陈丽娜是一位最优质的立法委员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我们在座我们许昆源议长的夫人，还有我们好多议员，还有我们李世川副市长，跟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团队，还有小港、前镇、旗津所有的里长，打两下子，好不好？欢迎！哇，这么多人！阿哥，我较早副议长哦，蔡松雄蔡副议长这里。对，蔡副议长，蔡副议长嘛，底下较关心呢。各位小港前前镇，还有各位小港前镇，阿哥，咱旗津的乡亲是多。我离开高雄拢总45天，全部展开土地倾听之旅。啊，较早选总统拢是为台北出发，无人为高雄出发。这一次我采取的完全不一样，从南部出发，一路走往北，屏东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云林，啊，佮有南投、台中、苗栗、新竹、彰化、新北、台北、基隆，啊，佮宜兰。台东澎湖长平妈祖，今天回来小港前镇参加我们丽娜的竞选总部成立。这个45天，我非常想念我们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好不好？好！哇，好久不见！虽然我人在外面，但是只要高雄的新闻、高雄的事情大大小小，我都非常关心。第二，所有。到访的地方，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这么多人都跳出来，报告市长，我是高雄人，我真的吗？啊，你住高雄都会，我住三民啊，我住六龟，我住南麻溪，哇，在外县市哦，高雄人哦，看到市长哦，那个眼睛好亮好亮哦，然后都好兴奋。昨天我到马祖，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妇女跳出来，报告市长，我是高雄人。我说这里是马祖哎，你那里家？你跟我过来家，哇！我觉得高雄乡亲到哪里都是这么热情，这么可爱。大家为咱家己拍拍一下好不好？哦。第三，我给大家报告，这一趟走完之后，感慨良多，感触很多。整个台湾，真正大家都感觉真有足的，一口气吐不出去。不晓得为什么变这样子，一路哦走过来，每一个行业哦都在非常的担心，非常的紧张。啊，今嘛宜兰管钓底家，宜兰的渔民朋友跟我反映，渔民捕鱼越来越困难，渔船出海动不动就被罚款，政府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也不能保护渔民捕鱼的权利。今嘛管钓底边啊。每一个县市的座谈会，各行各业都是充满着担心，让我吓一跳。到了屏东，大家知道恒春观光客这么多地方，民宿业者3家民宿今年全部倒闭，民宿业者大声的叫韩市长，拜托你把观光客带回来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到台南，农民。希望水果卖得好价格，台南市民搞个共啊，报告韩市长，你高雄治水治干了后，你能帮我们台南来治水吗？到了嘉义阿里山的茶叶茶农老板赛，茶叶卖不出去，所以我听到太多太多，真的，这么多人台湾人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艰苦，这么艰苦，所以我们的未来。一定要改变，咱袂使继续安尼。这两天新闻报道，刚才是宜兰款，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卖烤地瓜，身上只剩下7块钱，七块。小孩子要读书怎么办？就用路边的路灯，在那里读书，然后妈妈只有7块钱，没有办法做生意，爱心人士捐给他卖地瓜。小孩子就陪着妈妈，好多好多辛苦的人，所以我说莫忘世上苦人多。我们从事政治活动，参与政治，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一句话。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的来照顾我们台湾的人民。这一趟
整个土地奇迹之旅，我更感觉到我们台湾下一代的年轻朋友不知道世界在干什么，全世界也不知道台湾的年轻朋友在干什么。我请我太太李嘉芬代表我到东南亚去访问柬埔寨、越南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很多华侨看到他一直老把晒，一直哭，更不可思议，好多外国人看到他也在哭。我说外国人为什么要哭？他说马来西亚、印尼很多华人看到我就抱着我哭，为什么？他们觉得台湾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很多马来西亚、印尼人在台湾读书，读完书以后回到马来西亚，心里面关心台湾，但是发现台湾一直在退步，没有进步。因看他不甘，你知道不？他们看得心里干苦，他们就抱着我太太哭，希望台湾一定要越来越好。各位咱高雄乡亲，各位我们小港前镇旗津的乡亲，我们台湾人是全世界最勤劳、最聪明、最怕扁，而且最重教育。我们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整个台湾的上空全部是污浊，大家过得这么的辛苦，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给了执政党这么好的机会，完全执政，立法院过半，总统也是你民进党，你就好好的干，好好的冲，带我们台湾人民幸福快乐，下一次会继续投票给你民进党吗？三年半我们看不到，只有看到一群高官在上面贪污腐败，执政无能，派系在分赃，吃香喝辣，然后又选举到了怎么办？欺骗，告诉台湾人大家都来投资民进党，瓦搞瓦搞，投资了7000亿，一查零，一毛钱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告诉大家20年来台湾经济在民进党执政是全20年来最好的。各位小港前镇旗津乡亲啊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是20年来经济最好的时候吗？今年2019年，统计有4万家，全台湾有4万家公司港厂要关门，一大堆在放无薪假。一家公司工厂是10个员工，今年就有可能有40万人会失业。这是20年来最好的时候。是他，民进党要告诉我们观光客越来越多。我到嘉义跟观光饭店老板座谈，一大堆老板饭店客户啊，装修也弄好了，不敢开张。我说为什么不开张？你成本都投下去了。他说韩国瑜市长，我从开张第一天就要开始撩机，没有客人。然后民进党告诉我们，观光客越来越多。各位乡亲，我讲的都是千真万确，全部是我们基层的声音。现在台湾人撸来撸跳，我们非常的清楚，民进党你要什么，台湾人民看得一清二楚，你就是要权力。过去我们崇拜你，我们欣赏你，我们喜欢民进党，因为你告诉我们民进党你会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。现在台湾人民看到你民进党爱金钱、爱权力、爱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忍受了。台湾人都知道民进党要什么，啊，今天民进党执政，怎样让台湾人爱乡？我们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啊，我们只希望好好的过一个安居乐业的日子。安居是什么？吃的安全、行的安全、治安的安全。乐业是什么？各行各业生意都袂歹，大家可以赚钱，可以起家、起厝，可以教囡仔。我们只希望过一个安居乐业，现在我们看不到。所以这次全台湾都在看高雄，全世界也在看台湾。如果高雄80席国民党提的立法委员全部全力打，
我跟各位小港前镇旗津的乡亲报告，我们会轰动全台湾，我们也会轰动全世界。高雄人会告诉全台湾、全世界，我们高雄人头脑已经清醒了，我们高雄人非常的了解，只要你政党好好执政，我们高雄人会继续投票给你。如果你政党不好好执政，我们高雄人会让你们下台，对不对？对。高雄人，咱高雄人这次要跟全世界表达清楚，我们八十国民党立委全力打，我们一定会改变台湾。中华民国已经太久没有发光发热，中华民国是一只雄壮的老鹰，要重新飞上天空，展翅高飞。我们要两只翅膀，一只是总统府，一只是立法院。总统韩国瑜，立法成立立法委员陈丽娜，我们一定认真打拼，苦民所苦，全一心一意为了老辈谁来做牛做马，好好来冲台湾的经济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让我们中华民国发光发热。陈丽娜、韩国瑜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韩国瑜动算，陈丽娜动算，陈丽娜动算，韩国瑜动算，陈丽娜动算，韩国瑜动算，国瑜国瑜韩国瑜动算动算，韩国瑜丽娜丽娜陈丽娜动算动算，陈丽娜。各位，咱今日咱总统韩国瑜立法委员陈丽娜，咱竞选总部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圆满成功，感谢乡亲，我们议会党团由我们的曾俊杰总召、段亮刘德林议员、曾俊杰议员、李雅竹议员、李梅珍议员、蔡金燕议员等都来到现场，还有我们的陈作翠议员、陈立珍议员也都来到现场。各位乡亲，这条路要离开什么的路？距离什么的路？还佫有一段日子，乡亲时段。啊，咱倒来，咱韩总统、韩市长要去看屏东的场，所以我到伊里甲大家搁在，甲大家问好啊，大家集体的一鞠躬，拜托大家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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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啊！今天五月十，每一天都是超级的选举日，今天超级星期天，所以要去看去屏东，哎，感谢，用心时段。我们的节目准备，节目准备好，来，我们总统韩国瑜，咱立委陈丽娜，拜托咱大家，咱距离胜利，阿哥需要咱大家手中的票，拜托一个人，拜托十票、二十票、五十票、一百票，大家共同做伙。